来，大家，我们接着往下看哈。说完了常量与变量以后呢，这就相当于什么呀？这就相当于说，我们已经把已有的常量数值呢，用一些变量的有意义的、阅读性强的名称给记录下来了。那么记录完以后是为什么呀？大家，哎，我就问一下，你拿变量把数据、把常量数据记来，这是为什么呀？啊，搞那词里边去啊？是为了运算吗？对呀，是的，大家说老师我要用，是吧？你说干嘛？我打印，是吧？光打印的那个，那有劲吗？那个是吧？其实最终还是不是以运算为主啊？对的，数据来了，我们能做的，计算机语言能做的，就是对现实中的数据进行运算，记住吧？进运算，运算干嘛呀？存到数据库，再从数据库取出来给用户看就 OK 了。那么这样运算就得涉及到运算的符号，这里边我们讲一下运算符中的不同分类。首先讲第一个算术运算符，这个呢是最为简单的，大家都会了解到算术运算符里边无非就那几个，是吧？算术运算符有几个呀？大家不用再多说，加什么玩意儿啊？减，是吧？注意乘是 shift 8，懂我意思吧？计算机里边星号啊，不要画个叉，好吧？有的哥们怎么样啊？啊，乘，大家，哎，这是乘，是吧？那叫 x， 好吧？然后呢，除怎么样啊？除那符号我是真不会写，好不好？什么点横点是吧？咔，一个斜线，听明白了吗？计算机当中的那，但是说老师，那加减乘除，我还用给你演示一下吗？我告诉你，我要给你演示一下啊。你会发现啊，学了 Java 以后，其实你小学跟没毕业差不多。x 等于什么来着啊？6370啊，随便弄一下，这个数嘛，对不对？那干嘛呢 ？x 等于，看着啊，运算了啊 ，x 怎么样？除以1000啊，乘以1000，他给力啊！哎，咱们班底子这么好的吗？不至于吧？低调点好吧？那个大家啊，我们验证一下。哎，怎么6000呢？大家会看到一个结果呢，跟我们生活当中不太一样，对吧？按理说什么样呢？叫做乘一个数，除一个数，是吧？这俩如果相同的话，是不是相当于就约掉了呀？对不对？哎，这给大家解释为什么，这是 Java 的独特运算特点。注意，有的语言不是这么运算的。那 Java 叫强类型语言，懂吗？什么叫强类型呢？往这看，6370除以1000，大家都知道，是不是应该得6.37？对吧？记住了，6370是个整数，1000是个整数，两个整数做运算，做结果能啊，那一个还是个整数，对不对？你总不能说啊，我一个整数4位，4个8位，一个整数4个8位，咔，俩人碰完，除一下8个8位，内存挂了呀，对吧？那不行的，大家，那会出事的，懂吗？所以怎么办？所以它会自动在底层做个动作，怎么样啊？舍弃小数位，记住了吧？只留整数位，是这样的，拿着整数位再和1000一乘，怎么样了呀？6000就出来了，现在明白了吧 ？OK， 它就这边有一个自动转换动作。那这个运算大家一定要小心一下，好吧？除法运算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一下。那这就不用再多说了。加减乘除当中呢，这里边我就说完了。加减老师也不用再说了。这个加法运算我是不是已经讲过了呀？两个特别大的数，记得吧？加两手咔一碰，怎么样？超了，对吧？没事，底层会做什么？自动转换。你认为两个数做完以后大法以后说什么？四个什么玩意儿来着？32位，4个32位是吧？哇，什么玩意儿？4个32位，4个8位，4个8位，一共32位吧？咔，一做运算怎么样啊？变成33位了，对不对？大家，对吗？你的数特别大嘛，就对嘛，就超了，我进位嘛，进去了嘛，是吧？怎么办？只保留32位，懂了吧？高位全不要，能懂我意思吗？道理很简单，是什么？开玩笑，你两个数算完以后，算完以后我内存挂了，是吧？我装不下了，那能行吗？肯定不行，听懂是吧？所以要保证内存原样性，否则会出现内存溢出，那很危险。行了，大家这个不用再多说了哈，给你们讲点什么呢？注意往这看哈，这里边有特殊的操作呢，给大家说一说就得了啊。这叫什么？这叫做百分号，是不是？这叫做取余，那。鱼呢？鱼则成的鱼吗？这个叫魔运算，好吧？就是魔运算啊，专业术语啊。
四老师啥东西呀？啊，这东西吧，大家其实咱没有必要过多讲啊。其实就取余数，啥意思呢？五除以二能解？你是喜剧演员是吗？啊，有潜力。周星驰当年也是跑龙套的，好吧？那个我说一下哈，别这么弄，好吧？啊，现在大家都绷着弦儿的哈，这不容易啊。这个五除以三啊，不是五除以几了？我刚才对，五除以二哈，咱乱了都，好吧？五除以二，大家应该是得2.5，生活当中，对吧？可是，在家务当中都知道是不是得二啊？这得二，因为省一半是舍弃啊。那么大家注意了哈，五除以二呢，正常来讲叫做商为二余一，对不对呀？这是对的。那么五模以二，它取的就是那个余数，听懂了吧？取的就是余数，所以呢，五模要等于几啊？就等于一，听得清楚了吧？哎，那简单演示一下是吧？五模以二，这就完事。哎，不是，五模以二就完事了。大家简单演示啊，把这个规律记下就完事儿。这时候这个里边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，OK， 编译运行 OK 了。那么大家我不问这些东西了啊，为什么呢？二模于五等于几？就是甭说二三了是吧？我们也不知道，那怎么办呀？你让那个计算机告诉你不就完了吗？啊，二，那为啥呀？不知道，那怎么办？三嘛，就弄呗，是吧？然后三等于几啊？编译运行，三嘛。然后呢，那老师四啊？哎呀，那就四嘛，猜呗，是吧？所以就找一个规律啥呀？取模运算的时候，如果左边小右边，结果就是左边，就欧了你哈。对吧？老师为啥不用为啥吗？为啥根本就出不了呗？出这么多西天，对吧？出不了就不剩自己了吗？就这么回事吗？那怎么办呀？那五模于五呢？大家，哎呀，真强哈！我以为会说五呢哈、啊。这欧了啊，两边都一样，大家是不是结果就是零啊？没余数嘛？听明白了吗？大家，哎，右边如果为一的话，大家你明白吧？是不是也是没有余数啊？对不对？哎，是这样的哈，所以这到这儿就已经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了，大家。那么接下来怎么办呢？老师做个简单的操作，就是设计正负号的时候，这个有可能在面试当中会出现。面试这样的题的话，那个题乱透了，我跟你讲，但是我得说一下啊。对吧？我哪儿去了？负五模以二，有没有？编译运行，负一吧。OK， 大家看着，五模以负二，编译运行，明白了大家？我问一下，左边是被模数还是模数？那非常好哈，那么大家注意了，如果涉及到负数运算的时候，大家负号只参考被模数，听懂了吧？这个知道就行，好吧？你连记得可以不用记，但是你得知道就完事了啊。一般情况我们很少做负数运算，能理解我说意思吧 ？OK。那么说老师，这曲目运算有啥时候用啊？啊？你搞那么一运算有用吗？大家，我告诉你一个用法啊，这用法还比较多见，什么样的呢？就是。任何数模以二，结果不是零就是一，对不对？是的，正因为有这么一个特点，我们可以利用这种特性来进行一些开关算法的定义。听懂了吗？什么开关算法呀？就两种情况嘛，开嘛关嘛，开嘛关嘛，是不是？就这意思。哎，你模以二零二一啊，是吧？大家正因为模以二结果不是零就是一，是不是可以实现什么？是否是否正负运算？是的，就是开关运算。那开关运算后面大家你会接触到了 ，OK。模运算就不用再多说了哈，大家我们再接下来这里边还有什么运算呢？注意往这看，还有一个叫做加法。注意，说老师这不重复吗？不。这个加号，注意左边那个加号叫做加法运算的符号，这个加号我们把它称之为连接符啊，连接符。换句话说，加号两种作用。那么这连接符什么时候会体现出来呢？它什么时候是连接符呢？大家往这看，那来一个打印幺，来一个打印，大家叫做3+2，编译。运行，这个叫做加法运算，能听懂吧？可是如果你写成这个样子，叫做3+字符串二，编译运行一样。
运行，三不是32，是32，听懂了吧？哎，注意，任何数据只要和字符串进行相加，都是相连接，听懂了吗？哎，任何数据和字符串用加号进行相加，都叫做相连接，就是把对吧拼成一个更大的字符串。三本身是整数，和字符串二进行了连接以后，就变成了字符串32。听懂没？听懂了是吧？那么大家既然听懂了，我就写一个例子，我让你们来猜一猜这结果到底是几啊？别瞎说，好吧？5+5等于，你知道怎么样吗？是不等于？是不等于5+5啊？现在懂了吧？哎，来，老师大家运算一下哈，这里边其实是啥根本不重要，你写 A、B 也这样。对不对？人家看的是啥呀？人家看的最终是不是说这个双引号啊？对，你里边写啥重要吗？不重要。那么老师怎么回事儿？这就是一个字符串，里边爱写啥写啥，明白了吧？爱谁谁啊？这边是不是应该先算这部分运算呢？对，这哥们一加五，我跟你讲就变成这样了，知道不？知道。5+5等于和那个五就进行相连接，变成5+5等于5字符串，明白了吧？再加上5，大家这俩再一连接怎么样，是不是变成了当当叫做5+5等于55啊？现在懂了吧？说老师我要得一10，简单嘛，小学都学过了嘛，是吧？你只要底下优先级不就完事了吗？让5+5先算嘛，这会吧？这个啊，说老师终于讲到我熟的部分了，对吧？那么编一下，太郁闷了。然后哥们还说的啊，注意讲我熟不的啊，别失败了啊，原来老师错的呀，你的想法是对的啊，5+5等于10，这明白了吧？嗯，小玩意儿啊。那有的哥们会说，老师这到底有什么用呢？是吧？我给你们说一说这个用法哈，大家我们举个例子就可以了。 A 呢就等于什么样呢？ A 就等于3逗号， B 就等于5啊。我们现在想要打印 A 和 B 的值怎么写啊？大家，我想把 A 和 B 的值都打印出来，按理说我写个 A 是在 A 的值，我写个 B 是打印 B 的值，我想同时打 AB， 有个人怎么样？有个人说，老师写两条就完事了吗？果然是好主意，这个是可以做到的哈，啊，但是呢烂透了，听懂我意思吧？那怎么办呀？应该说什么啊？老师明白了， A 加 B 编译运行，这个是谁的值呢？是吧？然后老师说，老，那你看，怎么是9呢？老师谁值？那老师你这么办吧，你就爱给谁给谁吧。实际上啊，那大家怎么办呀？这是因为 A 和 B 它俩本身是个整数，所以相加是不是一个和出来的呀？是的。而我就想打印 A 和 B 变量中的具体数据就完事，我不想求这和，能懂了大家？你应该这样做，叫做我正好可以借助字符串这个本身具备的特性，叫做连接符的特性。记得大家，哎，怎么办呀？我靠，来一个这个，谁都能看得懂，叫做什么？呀，我删了好多大括号啊，怎么？来一个双引号，逗号，加上 B。大家看 ，A 和字符串相连接了吧？有没有？是不是变成大字符串了呀？大字符串再和 B 连接，是不是变成大字符串呀？那就完了嘛。而 A、B 的变量嘛，它取里边值来运算嘛，肯定不能是 A 逗号 B 嘛，应该是什么呀？4+5嘛。对了吧？大家看着编译运行，这不就完了吗？听懂了吧？应用嘛，为什么这样打印？大家，我们结果是不是看着要比较清晰一些？啊？不，这样一点都不清晰。为什么呀？谁是 A？ 哎哥，老师四啊？我怎么不知道呢？你怎么知道呢？老师我看你代码的，那我就完了，那我不知道啊。大家，我们可以让打印结果更清晰，因为你知道最终打印结果是不是要给你看或者要给用户看呢？是的，所以我们要结果呢要变得更清晰才会有效，才会让用户呢比较舒服。那怎么办呢？我们要这么办，叫做我想，注意听啊，我想打印结果应该这样的，就是 A 等于4逗号 B 等于5，大家看这就看得很清晰。对的，那么在这里边我们就分析了，是吧？哪些是固定的，哪些是变化的？首先 A 等于是固定的吧？是的。 B 是不确定的吧？因为 A 的值到底是几，咱们是不是不知道啊？是不是应该从变量块里边取啊？是的。大家，逗号是确定的不？
是的。B 和等号是确定的不？是的。五确定不？不确定。O 了，大家怎么写这里边？我重新写一遍，看着啊，确定的全用字符串，能明白不 ？A 等于加上什么 ？A 加上什么？逗号。B 等于是固定的吗？这个是的，再加谁 ？B。哎，大家看一下，这个时候结果就会变得非常的清晰了。现在明白了吧？哎，这就是我们说的字符串的人间符应用。OK，大家到了。